是不好论。杯桶茶，是和杨达杨枝甘露，这个是杨枝甘露，他送的，这真的超大一杯，超大。欧包什么的，香芋黑糖和什么紫米的。好美啊。
是活的，是活的。狼人醋醋也就我能接受他。看西瓜橙子蓝莓菠萝，我刚才有只Blueberry， 嗯，冰牙，刷牙真受不了，是我吸了，还想想我在吸那个水桶，真棒，没错的。我说给他来块吸的，有点小。有蜜瓜，有芭乐，有点像冰棍儿。我上场，二号守门员。吃饱了的标准动作，撑到不行。这块瓜都快被我吃烂了，也没插上来。有点高中睡着了，从我那眼，你知道高中那会儿，我眼睛这儿眼睛腿儿能宽腿儿，那会儿眼睛小，你知道吧？可能这么坐的倍儿直，这样这么睡着了。他是我同桌，他坐我旁边，以为我听得特认真呢，我就坐得倍儿直，那眼镜腿完美的把眼睛给挡上了，可以说题我听课的，对眼睛少了好处。你那块留的不小呢，也就半个西瓜吧。那块柚子可有点苦，认真的吃。蓝莓，我都没吃过这么酸的东西，我吃那俩蓝莓都很酸。Amazing。不能上不了。